极端高温天气造成德国各地水位普降，而一些原本淹没水中的二战时期遗留弹药也纷纷露出水面。德国之声网站8月3日报道，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境内的易北河多处地点发现二战期间遗留弹药。该州警方发言人表示，2018年迄今为止，易北河里已经发现了22枚手榴弹、地雷或其他爆炸物。发言人表示，我们认为这一现象是低水位造成的，这很明显。2018年7月是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月，而7月31日则是最热的一天。当天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贝恩堡气温达到 39.5 摄氏度，8月以来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水位降到51厘米，历史最低记录是1934年的48厘米。报道称，在德国发现遗留炸弹并不是一件稀罕事，二战结束后许多爆炸物被丢入易北河中。易北河发源于捷克境内靠近波兰边境的卡尔卡诺瑟山，最终在德国北部城市汉堡流入北海。